我不想只做生意上的中间人。就为了生意？当然。你和罗立中赚的都太多了，而只分给我一点，我认为这并不合适。况且你还介入了灵芝计划。灵芝计划可不是什么。我不管，这样的计划在我们保密局就是权力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告诉你？就凭这些。你别激动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，聪明人会用对的方法。哎，不是去上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门口又送来了牛奶，早上不是刚送过？